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星期六，我们来玩这一个除邪的这个游戏。其实我告诉你们说，这个除邪这个游戏哦，我之前的时候呢是有看到有很多蛮多的一些外国的那个 YouTuber， 然后他们有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游戏很可怕很恐怖，所以我就心想 OK， 如果是这么恐怖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的话就不妨来尝试一下，因为毕竟它的那个关卡也是蛮短罢了，有可能今天我一整天就可以玩完了，有可能啊。OK， 所以我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你看啊，之前我没玩过的啊 ，New Game 罢了啊 ，Continue Hospital， blah blah blah， anything， 我是完全不能够去按的，只有 New Game 而已。意思也就是说，我是从来没玩过啦。OK， 所以今天观众们，我是跟你们一起来玩这一个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游戏有多么的特别，多么的 game。哇，老实讲，我自己本身都有点怕啦。OK， 它应该会有一些音乐的吧，我觉得有吗 ？OK， 我放简体的这个华文 ，OK， 这样子的话呢，我让大家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是，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啊？OK， 好，这样子。然后它的设定全部 ，OK， 它应该是没有音乐的，是不是？好，还没有音乐的哦，没有关系，没有音乐没有关系，我相信也不会这么怕啦 ，OK。那么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吧。那我先把我这东西放在这边先。OK， 好，新游戏。OK， 我看这个人很可爱耶。OK， 好。OK， 寻找通往音乐啊医院的路。OK， 这是什么地方？我要开灯可以吗？我子弹用不完啦、啊。哦，哎呦，我子弹会用完的耶。OK， 不要紧，我们不要乱用子弹，不要乱用子弹 ，OK。Oh my god， 很暗呢，感觉这是什么？X 是建交户。OK， 这里是按 X， 不是按 E， 不是。F 是什么 ？OK， 互动 F 是什么？开火 ，OK， 所以 T 是手电筒咯，手电筒 ，OK，C 是蹲下来 ，R 是换子弹 ，OK， 然后瞄准是滑鼠右键，然后奔跑是 W 再加 Shift， 然后监视武器呢就是按 Z 是监视武器，左右侧是 Q 跟 E，OK，、okay? 菜单是 P。OK， 应该不会很复杂，可以。哎，惨了。Hello。哦。哎，好像卡住了，怎么样？卡住了。游戏卡了。是啊，是游戏卡了吗？怎么我一玩就游戏卡了？靠什么鬼啊 ？OK， 好，这样我先关到完先，再重新开过。哎呀，才玩第一个罢了，看那个东西吧，一下子吧，那个游戏就卡了，我也是不明白。OK， 那我们继续。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领表这种细聊，所以按 X。OK， 移动是这些 IG 的东西咯。X 返回需要对准的纸条。啊，大致上是明白了啦。OK， 返回。所以现在我们要开灯，我们按 T 就可以开灯了，是不是 ？OK， 好。所以现在我们要打开这门，按 F 是打开这门吗？哇，这边好像有一个东西，是不是？哎，有一个金币耶，我们可以拿。
然后这金币是来用在什么地方的？OK， 这边写着什么 ？Ground Art Exhibition， 2019年，这是2019年所发生的东西来的。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可怕的地方。Oh my goodness！ 其实这个游戏很特别，你知道吗？它是魔鬼的游戏，但是呢，还会用枪啊，会有枪给你的，很棒啊！我喜欢玩这种游戏的。哦，尸体室。Oh no， 好多尸体在这边了。这是男是女？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女的。你看一下胸部这边，这个也是女的。这个感觉好像也是。这个是这个180%，哎，这个感觉好像不是，哎，是吗？这个好像有点不是。哦，这个是哦。这个好像也不是哦，我来尸体设这边，来去验证到底多少个是男是女。哇，3个钱币哦 ，very nice，very nice。所以这边有人死掉的话，我们其实应该打掉给警察嘛，不应该要来到这种地方了的。其实，哎呦，这灯会闪啊。OK， 好，来这边啊。哇、！Don't worry, it's just a light bulb. OK， 灯泡爆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OK， 我把我声音调到很大声了，在我耳朵这边。OK， 好来，玩恐怖游戏就是要这样。好，这是什么纸条？哦哟，关了灯的话是完全看不到的那种哎。其实是很好，是因为它的这个灯呢是无限的。OK， 感觉后面好像有东西一样。没有，不要吓自己。OK， 据报道说呢，这间医院啊，频繁有人员失踪，警方查了很久后都没有结果。看来只能请灵异调查员来了哦，所以我们是灵异调查员啊，是这样讲吗？我们几时变成了灵异调查员？我在 GTA 面也是警察了哦，会变成这个调查员吗？哦，还有金币哦 ，very nice。哎，我要金币啊，来这边有免费钱啦，极爽一下。哦哟，这个门打开不到的。Hello， 有人在里面吗？开门呢 ？Hello， 感觉不要开门给我进，不要紧，没有关系，不要开门给我进，我就往另外一边。这边有吗？这边有人吗 ？OK， 没有人，上面没有人。这边是什么？这是一个哦，那个店来了，这应该是要开关店啊。OK， 打开啊，然后按了哦。嘿，哦，Maria， 哇 ，Hello， 我可以射他吗？那，哦，给我射倒了。Maria， 哎呦，会动了哦。哎呦 ，Maria， 弄爆他，弄爆他！哇，会飞起来的，哈哈哈。然后我要做些什么？这是灯，这是手，我没有别的武器哦，只有一把手枪罢了。这好像是 T 这东西，要 T 去哪里啊？好像没有重量这样的。哦，我觉得我应该要，我中间这个是可以是开着灯的是吗 ？OK。二号是什么东西？还有滴滴滴滴样子哦。OK， 我已经打开了之后，后面就有看到一个 Maria 的那个神像在这边。然后我要拿那个神像拿下你。哦，打开门了。
所以那个玛利亚那个东西应该是不需要再跟随着我们了噻。还是我觉得，因为它是神灵的保护我们的东西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带着它一起过去会比较好一点。过去。啊，被我们踢了。OK 啊。哎，踢去龙门，快点。啊 ，OK， 要好了就好了，快点，再来 ，OK， 踢，哦，哇，它好像没有重量了嘞，这个猫猎好像没有重量，感觉，哎呦，飞起来呀、啊，我觉得我要踢它过去有点难嘞，这样可以吗 ？OK， 这样，哎呀，飞下面了 ，OK， 过去了，哎，快点。过去啦！哎呀，哎呀，走开啦！哎呀，不要理他啊。OK， 那边有红色、蓝色、黄色，还有紫色的东西，每一个门都可以打开，是吗？我把门关起来比较好。OK。这门全部不能够开的吗？哦，有 ，Hello， 出来呀、啊！我要开门给你出来，你不要出来，出来，喂 ，Hello， 哎呀，敲门，你敲门，我要给你出来，你不要出来，这是什么？你觉得要弄哪一个先？我比较喜欢黄色，弄黄色点。哦 ，OK， 哦，原来是这样子打开那门呐、啊。Oh my god！ 好，这边有两个门已经锁着了的，还有红灯在上面，然后有血迹，然后看来这血迹应该进入这个门里面，但是门不能够打开，是不是 ？OK， 好，没事。这边好像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让我们过去。哎呦，喂，哈哈，那鬼出来，我跑去看后面。Sorry 啊，哈哈哈哈，那鬼出来，我跑去看后面了，好笑，变成那鬼是笑不到我。哇，好多血迹啊！对，这个应该是 Maria 有三个钱币啊，我给拿了。那个钱币应该是放在他的胸口那边，胸部那边了、啊。哦，这个是神奇的按钮，按了之后，哎 ，what？ 哦、oh, ，OK， 还有上面的东西会这样子压下来。OK， 现在我们可以看那鬼啊！啊！哈哈哈哈！OK， 好，我们可以 save 是吧？可以保存哦。OK， 继续，我们要按 C 哦，这个这样子。Oh my god！ 哇、oh.。要把我们给插死了，这个。OK， 没事，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拿。叫什么？开过光的子弹。哇哦，开过光的子弹啊！意思说，那子弹呢是经过开光过的，所以呢，射那些幽灵的时候呢，那幽灵将会中枪，对吗 ？OK， 好，哇哇哇，那边还有子弹的，不错哦。开过光的那个子弹这么好啊！哇，这个游戏很棒一下。哇，那边好像有一些鬼啊！开过光的子弹，哇，我拿很多子弹了喽。而且刚才不是88了吗？那子弹已经满了是吗？哦，如果是满了的话，这样我就等一下不要再拿子弹了。我觉得只能够88罢了啦。有人听见书架后面有奇怪的。咦吗？奇怪的那种幽灵的那种音响啊，然后是闹鬼了吗 ？I don't know。
书架在哪里？哇，这边还有一些东西，这么多东西啦。OK，I、okay, don't see， 我没有看到有书架啦。我先看这东西先，这东西可以打开哈，可以开灯嘛？有另外一个神灵要跑出来了是吗？那个玛利亚样子的东西，哇哦！打开了门 ，Hello， 哇，有这么多球盖着白布了，但是不晓得那些人穷是怎样的人来呀 ？OK，Never mind， 我们慢慢的走先。所以他说那个书架是在哪里？这些全部都不是书架的吗？但是他的路途这边好像没有人再继续走哦，是吗？还有这个可以按一下。Oh my god！ 哦，他死了，他死掉了。哦，我有神灵的子弹啊！你一来，直接八粒子弹打在你的身上，给你死！哈哈。OK， 现在这边是，他们应该不会动吧？这些会动吗？这个应该会动了，这个会动了，这个看到吗？哎 ，Hello， 有几个会动了，有几个不会动了，是他。哇哟！死掉了！我还有剩一粒子弹，那边还有一个也是应该会动了。拿子弹先，准备啊！这个也是有会动了，会动了，这会动了，把它射掉。Hello！ 哇哦！我觉得我不能够就是我必须要瞄准来射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呢，有时子弹射不中他们的时候，来呀！哎，what？ 他攻击到我嘞，他攻击到我，我没有子弹了，哎呦 ！OK， 书架这一边会有声音是吗？啊 ，OK， 我现在在这书架这边啊，但是感觉没有什么声音啦，所以应该还 OK。那么这些全部是不会动的，我们已经把几个神那个幽魔鬼怪给杀掉了，哇，这叫除邪，这真的叫除邪啊，把那些邪给除掉。OK， 好，我现在子弹满满，不怕，有本事你们再过来呀。还有吗？没有啦。OK， 看来没有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离开这边鸟啦。可以走了嘞，我可以跑哦。啊，不小心骑没了。OK， 这边的魔已经被雕。哎，哦，还有这个门，还有再还有多一个才可以打开这个门。好，开门。What？ Oh my god！ 我刚一开黄色嘞，一开黄色之后就进来黄色地方，就这样而已啊。这样应该里面还有东西哦咯。哎呦，我以为可以直接出来哦，有东西可以做了，没有想到里面还有东西要我们做。OK， 好，不要紧，来，这样的话是，呵呵，哇哦，压力啊，有一点好可怕的感觉。打开好了这个东西，这个要做东西吗？没有，这个红色已经打开了，所以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了。OK， 不要紧，我们回来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是无端端原本是不会动的，到最后变成会动？那边有地方可以走是吗？也没有啊。哎呀，不要挡着我啦！这个啊，有可能这边有东西可以做吧？
但是看样子好像没有啊。诶，这边有一本书本被是好像感觉要拿出来样子的，难道我要拿这一本书本然后放过去隔壁？ OK， 试看一下这样子应该不行了吧。没有啊，没有东西啊。What？ OK， 然后要做些什么我真的是不知道耶，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东西了。这边有灯，我把我灯关掉，就只有这把灯。这个壶啊，这个桶，没有啊，没有东西有啊，还要做些什么？这个吗？没有啊，没有东西有啊。书架后面有奇怪的声音，是闹鬼吗？所以刚才那一边，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个就是书架咯，对不对？但是我去到书架后面没有东西啊，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这里是书架啊。哦，呢，看到了。啊。OK， 这边又有什么东西？有一个人死在那边了、啊。我刚神灵的子弹，哈哈哈！喂，我子弹好像用很多下、哦，可以拿了，60粒。OK， 然后好打开，应该又有东西要跑出来了，有吗？没有啊。这些有几个应该会变成会动的了。是不是要注意他们的脚啊？他们的脚如果是巧克力色的话就没事，如果不是巧克力色的话可能会动了。OK， 可以，全部应该不是巧克力色啊，全部都是巧克力色的。Oh my god！ 哇、wow.！蓝色的妖怪，蓝色的妖怪又怎么样？但是我好像开枪开的太多了，我应该逃跑才对耶。OK， 那个门应该是打开好的。啊，是不是 ？OK， 我保存先，我怕我底下死掉。哇，这个我们要杀他了是吗 ？Hello， 喂，我就是不要开枪先，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有开枪的时候啊，等一下万一是射不到他的话，我来只会再浪费子弹而已。这门可以打开吗？不可以。他跑到那边去了是吧 ？OK， 哟，他们球这些壁画啊，全部画到蛮 OK 一下的嘞。看一下这个壁画也是，这是死神的壁画，不错吗？你看，只是说还可以添加一些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明明感觉好像是一个墙壁有破裂了，但是感觉好像不是破裂。我可以射爆了这个东西，射好之后，然后应该会爆炸是吗？好，又有一个纸条了，我们读一下这纸条先。
电梯正在维修中，想去医院的话可以试试那边的通风管道，不过你可能需要相应的工具。哦，我们要拿工具才可以去到那个通风管道啊。哪里啊？他说通风管道在哪里啊？在哪里？我看一下，可以试试看那边的通风管道。OK， 那一边是那一边啦。魔鬼哦，看到了，神灵的子弹。其实这个地方会有神灵的子弹，我是觉得很好笑啦。这边已经是闹鬼的地方了吗？那魔鬼还要把那个神灵的子弹呢放在这一边，哈哈，让我们这个玩家去拿啊，这好笑。OK， 他需要那个棍来去打开这个通风管道，所以我们要拿个铁。那铁在哪里？应该我找到铁，应该快可以找到铁了。哇哦，这球是斩猪肉的地方还是斩人的地方哦？这感觉好像是脚来了嘞，大腿啊、脚啊、腹部啊，我应该没有看错吧？我拿很多子弹了。哦 ，OK， 看纸条下。啊，闯入者的纸条，闯入者听说这里有个密室 ，OK， 里面一定藏着贵重的东西，我一直找不到入口在哪里。当然找不到啦，因为现场观众这么多陪伴着我，我才可以找得到的。你都没有观众怎么找，对不对？哈哈哈哈 OK， 还是不要笑别人先。这子弹我等一下才拿，我怕等一下拿到88就满了。我可以拿多一点，等一下。其实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的弹夹增长的话呢，会比较好一点。哦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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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原来这个猪哦，来这个地方斩猪，不是啊，这个是那种啊、斩肉的那种人呢，人家是猪来的，斩肉的人家是猪来的。OK， 73粒子弹，还有弹夹在只有73粒 ，OK 吗？8粒子弹还就死了啊，准准8粒啊！刚才那些会比较强点，哎，刚才那些好像是射超越8粒了嘞。哦，嗯，哎，跑先跑先跑先 ，OK， 看到你了。哦，不见！哎呦，要钱呢，钱 ！What？ 哎，我打死了，没有钱给我。哎呦！我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要逃跑先，不然的话，给他怪兽追到我就完了。他们不是怪兽，还是鬼来的。但是那鬼有点很好笑哎，那鬼是一只猪，啊，找到了，哦哦，来了，啊，啊，哇，这个要射比较多粒子弹，红色的猪。啊，看到了，有金啊！对了，这样子才对吗？刚才我打死他的时候，明明是有金的，到时候看不到，现在看到了，应该是刚才那红色猪哦，把那金放那边给我啊！给啊，不要再出现了，你们怪兽啊，魔鬼不要再出现了 ，please 啊，因为我要开门了，来打开啊。Let's go. Wow, 你们看这个不错吗？
哎，起来这边，哎，这 ，Oh my gosh， 哎，我射他射很多枪不会死啊，这个，我射他射很多枪哎不会死，等下先拿，我已经拿了嘛，这东西。应该是拿的，应该是拿的。啊，拿了，拿了，拿了。所以等下那一只东西，我是要去射它，是吗 ？OK， 我保存先。哎，不用，不会保存了，不会保存了。打过来，他怎样出来了？我想看一下。死掉了 ，Yes。哇，我们是很强嘞，哈哈哈！我知道啦，有时候要瞄准他的头，因为他的头部呢是可以让我们省点子弹的。哇，花费了蛮多粒的子弹哦，真是花费了蛮多粒的子弹。红色比较强残了，没有那么多自己子弹了嘞。我感觉用子弹用很快耶。哎，手举起来 ！Oh my god， 浪费粒子弹了。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我知道我射不到他的时候啦，他应该是不会来攻击我了。拿我钱币先，哇，没有那么多粒子弹呢。OK， 打开门，打开不到，这个门可以啊哈。嘿，哇哇哇！你要吓我也不要这样子来吓。OK， 我胆小了。OK， 据传说 ，OK。这个灵异啊，灵异调查员的武器啊，非比寻常，全部是由得到高增开光过的，能够对付这些啊，能够对付寻常武器无法攻击的可怕生物，而且这种武器只有 U 嘛灵异调查员才使用才有效而已。OK， 那么我现在我们是这一个幽灵的这个什么嘛，对不对？你还在跳舞，你看，喂 ，Hello， 我也是要跳舞，快点 ！Oh yeah，All right，Come on man，Woo，Whoa，Yes， 哈哈哈！我可以过去啊，还是我开？我开一粒子弹了，一粒，哈哈哈 ！OK， 我要怎样打开？他们在跳舞啊！你们看，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哇！哎，哇！这啊 ！Oh my god！ 你跳舞不要好好的跳，我要看你跳舞，不要给我看。你看不见鸟了，哎呀！我要看你跳舞吗？他在这门里面跳舞，看、啊，去不到了。对，其实刚才那个通道哦，我看到好像是可以回去的嘞，对吗？我不晓得啦，我们试看一下，如果我们回去的话会怎样？可以回去，你们看，可以回去了嘞。如果回去的话，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哎、欸，还有金哦！哇，忘记拿哎、欸！啊，刚才的时候留在这一边的。哎、欸，还有哦！哇哇哇，真的是有很多金在那边啦、啊，忘记拿。我们可以回来哎、欸。
回来会有免费的金给我们拿吗？又看到他在那边了，哈哈哈！哎，刚才的时候我不是从那边下来看到他吗？这次想看到他。Hello，Hello， 哦，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他跳舞了。Yes，Come on， 跟他一起跳舞，快点！呼呼 ，Yeah， 他不会攻击我们的，放心。All right，Yeah，baby，Yeah，shake it，shake it，shake your body，Oh yeah。然后看我们过去还是逃跑了，噔，哈哈，所以这个是有点搞笑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啊，哈哈哈。哎，这打开有没有？哦，还有子弹，哦，我知道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变成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再重新再拿过嘞。我去拿我子弹先，但是那鬼应该不会再出现了，是吗？你看子弹再出来了，哎，有子弹拿哦 ！Oh my god， 好多子弹 ！Yes， 我们找到一个可以添加我们子弹的好处的那个方式，哈哈哈！等下会有一个红色会出来的，哎，这个会动的、啊，哦，原来这个箱子可以来替的哦。我们该去到这一边是吗？好像有一个角落的地方，然后我们开了东西之后，那个红色的那个这个猪就跑出来了，啊，哎，又可以拿了。但是我们不需要再拿了吗？因为我们拿了之后，那个红色猪就会出来嘛，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拿咯，我们就是要拿的是子弹而已。看啊。我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只要去填补我们子弹，我们子弹用不完了，这次哈哈 哈， 哈，爽啊！OK， 好，所以现在我们来到这边了，等下我们爬一上去哦，因为看到东西了。好，等下就跑出来了啊，等啊。应该会跑出来啊！我不晓得鬼，那种鬼会不会跑出来啊？我觉得应该会啊。OK， 出来。哎，他不会哦，不会跑出来哦。哦，不会跑出来，鬼不会跑出来，这样好哦。OK。那鬼不会跑出来的话，这样是一个也是很好的东西的。这样我们不会再射很多只鬼哦，这鬼应该不会跑出来哦。所以鬼耶是不会再重复的，但是子弹那些会重复。啊，打开这门，这是跳舞，跳舞应该会再重复是吗？然后跳舞也不会再重复哦。OK， 不要紧，我们有很多的子弹了，很爽哦。来来来来来，喂，哇，你要赶去哪里？要去上厕所是吗？哎呦，喊这样大声，吓死我。OK， 这边呢 ？Oh my god！ 哎、欸，你要上厕所啊？还要上厕所？哎，你要上厕所，跑进去里面躲着，然后我开门你就来打我，真的是。OK。这里等下，哎，钱呢？哦，好像有点很可怕的声音在这边哦。OK， 当你渴望生涯之时 ，OK， 生涯即回矣。我不会读这些字，也太深奥了。他的那个阴影啊。阴影的那个低语，还有那个黑暗的那个妮娜背后所藏着的那个阴物啊，不懂是这样子念。这你附身之前之光的，哇，深奥这些字。
我看不明白。OK， 返回，继续，惨了，又有问题了，你看又卡着了。我可能不会按太多次这个 escape 的，卡着了，卡着了，卡着了。哎呀，我忘了是要用那个什么。他这个游戏啊，真的是有很多东西哦，都还有问题。来 ，fix an issue when the game cannot continue， 现在还是不能够 continue 啊！你看还在跳舞，哇，超级爽。OK， 现在我要看这个东西的话，我去设定，我调英文先。OK， back， continue。When you gaze into an abyss, the abyss gazes back at you. When you gaze into an abyss, the abyss gets back. Its whisper are of shadows and its murmurs are kinds of darkness. Okay, the gloom that trails behind is but a testament to the brilliance of the light before it. Shadows the brushstroke of hardship.It resilience upon the canvas of life. In the fact of trials, mortals often seek in vain for the guiding beacon. Yet even when ensnared by boundless night, one must kind the flame of fate.And grow forward through the obscure with radiance harbor within. OK， 其实它有点太深奥啦，但是我大概明白的东西就是，哇，我大概明白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意思也就是说，哦，我们可能等下要拿着那个灯哦，去放在一些地方，不然的话那个神灵的东西就不会保护到我们啦。啊呢，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啦。哎，我们回去再拿子弹，哈哈哈哈！子弹88，哎，88了嘞。如果我们可以拿更加多花嘞，对吗？这个等下开门会有鬼啊，没有。我们回去拿子弹先。哦，哈哈，你要上厕所不要笑我可以吧？我们打开好了，哎，喊，真的是啊，哎呦。惨了，等下我回去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鬼会跑出来耶。Oh my god， 等下有人打电话给我。哎，惨了，不能回去了。What？ Oh no！ Oh no， 我不能够回去了。What？ 哎 ，Oh my god， come on man！ 啊，哎呦。哎呦，不能够回去拿子弹了，把门关起来先。哎呀，我不能够回去了，算了吧，不要紧，我们先记得这边会有一个子弹的，等下我们再来拿。OK， 那我们先 save game 先，那我们去 setting， 我们再把它调回去简体中文 ，apply， 返回，继续。OK。墙上有奇怪的字，但是被挡住了。我要是有把枪就好了。嗯，墙壁有一个字，什么字？他说什么？墙上有奇怪的字，但是被挡住了。我要是有把枪就好了。你是说这一个吗？是这一个吗？Have a small harvest 30个gold，我们拿到30个gold了。这个应该是要开枪射他吧 ？OK 啊。灯光 light， 哦，
然后浪费我一粒子弹，给我看一个灯光罢了啊 ！Come on， 哎呦，给我看一个灯光罢了，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这样哎，嘿嘿，浪费我的子弹，你这个时候纸条来了，真的是啊，这也可以射啦。No， 哎，不要这样嘞，浪费我的子弹。不要紧，等一下我回来再拿子弹的。等我啊，你看呐、啊，等我是啊，等一下我会回来再拿子弹的，我跟你们讲。快把那个路给哎，哎，Come on man，really？ 啊，子弹来哦。哇、哦！我懂要怎样哦。啊、我懂要怎样，我懂要怎样啊！我可以拿到200粒子弹，我跟你们讲，来去死掉吧！是啊，我保存一下哦，保存，继续。Oh my god！ 啊！同事，又有子弹了。哒啦 ！All right， 124哦，哈哈哈哈哈哈！哇，观众们太好了，我可以再拿多几次子弹了，很爽。哎、欸，子弹很重要啊嘞，子弹是唯一能够消除魔鬼怪的嘛。哇，144粒啊，我们拿到200粒一支先。Oh my god， 太好了！哎、欸，惨了惨了惨了！啊！游戏卡掉了！Oh my god！ 游戏卡了！啊！看到我一直拿这个子弹的沙哑，哎、欸，你一直拿子弹，我让你的游戏卡掉！这样子不好，这样子不好！哈哈哈 ！OK。好，拿啊 ，OK， 好好，我们玩正经一点，不要再这样子 ，OK， 不要这样子哦。哎呀，不行 ，Oh my god， 哦，我忘记了，不好意思，对不起，Sorry。OK， 开灯先。要看鬼吗？等下会有鬼啦，我们再看他跑。不要看了，看来无聊哦。这门球可以射了咯，对不对？保存，继续。耶、yeah, ，来来，最后一次，最后一次。OK，Sorry。因为我要拿多点子弹。OK， 好，不玩了，够了 ，OK， 好，184，很多子弹了，真的很多子弹了 ，OK， 射，然后，这可以射吗 ？Shadow， 这也可以射吗？没有。所以还要说的东西是什么？没有什么？没有灯光，然后没有阴影，没有灯光，没有阴影，然后就这样。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了。我又不可以过去的哦，我一过去等下我就死掉了。
有那个那个什么、啊、那个啊、照片哦，可以给玩家踢到地下去底下了。然后要做些什么？墙上有奇怪的字，但是被挡住了。要是我有把枪就好了。OK 啊，我有枪好啊。然后他这些没有，没有灯光就没有阴影。所以意思也就讲，我现在会跌下去底下，但是如果把灯光关掉的话，就不会死是吧？测试一下啊。哎，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会死啊。寻找通往医院的路。我真的拿到200粒子弹了。OK， 没有。这个我不用射就倒下了。OK， 然后要怎样？我接下来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我觉得要拿这一边的东西耶。是吗？要拿这边的东西是吗？放心啊，我很多粒子弹了，所以我可以来测试在各种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怎样？这边不移下去，这里只有一条路线可以走罢了哦。哎呦，这么难的吗？哎，What？ 哦，我知道了，要把灯光射爆的哈。这样 ，OK。然后，这边也是。好喽，射爆了，这边也是要射爆啊，射爆啊！哎，我浪费很多子弹了，你们这样子对我 ，Hello， 射爆到完了啊，没有灯了啊，你看按按了啊，哎呦。搞什么鬼？下次不要讲过。我不会哦。没有。这个呀，没有。啊，还要怎样过？快点 ，Hello， 我被卡在这个地方了。哎呦，惨了。讲过啊，我不会过啊这边。要把这东西推出去啊。
是这样的意思吗 ？OK， 我把它推出去了。掉下去啊！快点 ，Go！ 哎、欸！OK， Come on man， 我要怎样过去？哎呦，好像把灯全部已经射到完了，我把我记得灯也关掉，然后这样走过去。哎，真的哎！哦，我知道了，原来要把灯全部射到完了之后呢，才可以过去的。这样我知道了，知道。OK， 这样我明白了。哇，要把这边灯球射爆哈。OK。好，我明白了，我知道了。OK， 啊，哎，不要浪费子弹，还有人在两粒不了。OK， 这边还有一粒，是吗 ？OK， 没有了，没有啊。好，我们可以过去了，来，把灯关掉。还没有到哎、欸、！Oh my god！ OK。等一下没有灯了啊 ！OK， reload。好，那现在我要怎样？我要关掉我的灯，跑过去，要跑很久一下、啊。哦！哦、这是刚才我们储存的地方 A 了，我看到他直接就很开心哦，应该吧，他应该不会攻击我们哦。哟、哟，他看着我的嘞，哈哈，他看着我的。OK，Hello，Hello。哎呦 ，You look at me, man！ 哦，哦，你那里看不到我了，现在我在你后面。呜呼！我可以射他吗？射他，我不射。Oh my god, man！ 哇！哎，我没有射你，你不要弄我吗？我没有射你，弄我这么啊？你弄我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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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射不死他的喔，有子弹了，看不看？嗷！OK， 意思是说，其实我是不能可以靠近他啦，是不是？好，叫我不要靠近你，我不要靠近你 ，OK？ 这应该会要杀了，但是感觉好像不会动哦。哇，他们好像全部都不可以靠近了哦。但是我要先拿一个金耶。哎。OK，
哇哇哇哇哇！一哎！Oh my god， 惨了，这边要讲完了、啊。通往医院的路，我要去拿金。我刚才去拿，不要理他。医院地下室的密码，医院工作人员基本都知道。Hello， 小姐，想请问一下，那个医院的密码是什么啊？他来知道。Oh my god! Oh my god! 啊！不见了。Oh my god!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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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放置什么东西？其实啊，其实他看着我们说我们要射他嘞。他刚才我靠近那女子的时候，他说要放置，放置什么？哎，你看你放置，放置什么东西？金耶？你照不到我了，我跟你讲，哎。我死掉还可以开枪哦，哈哈哈哈。OK， 走下，我走这边。看到钱了，还要来哦，还要来哦。噔！Ouch！我射了他了嘞！他说几乎密，他的密码几乎他们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所以现在我们要找密码喽。那这东西一直来，我要怎么样呢？医院地下室的密码，医院工作人员基本都知道。我是不能够什么话？我是不能够，我要射他才可以是吗？其实我一直很奇怪，到底是怎么样了？这边有另外一条路线可以走啊！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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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OK， 我射走他了。哎、欸！还要再出来哟！哇哟！还是我这时候被靠近他是吗？其实我想知道是我射，我觉得射他好像没有用途了嘞。就我们不要动就是好不好？是吧？他的手，护士的手哦，我知道了。这个东西到底要怎样弄、欸？哎，他来看我们，然后我们不要动是吗？
我大概知道了。总之，他看着我们说，我们不要动就是哦。呀，但是我们还是死啊！不要看他，也不要靠近他，是吗？他变在我面前的时候，不要靠近他。OK， 试看，试看，试看，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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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他的手。我没有看他，我没有看他也死。我要拿子弹帽，拿子弹帽。不可以，我看要射他。我唯一能够避免他攻击我的话，就射好罢了。我射他又不是啦，不射他又不是啦，要怎样哦？你够了吗？啊，你够了吗？你一直来弄我，我把你那个手臂放过去先。What？ 手臂没有放到，惨了。惨了，空气墙哦，我不能够过去对面了。哇哇哇哇哇！不要过来啊！我开枪把你给打死了，我跟你讲啊。OK。他又再变出来了。有吗？没有哦。哦，只要我拿枪瞄着他，他就不可以攻击我了。拿枪瞄着他就没事情。出来啊，有本事出来啊。拿到手臂哦。啊呢，我拿枪瞄着你啊，啊你不要给我乱来啊，跟你讲啊，我开枪把你给打死的，吼吼，我知道我怎样可以避免他攻击我了，哈哈哈哈，这次你死定了，啊哈哈哈哈，啊哈哈，I don't scare you! I don't scare you! OK, 不怕他了，再来，有本事再出来。我要拿子弹先。I saw you there, baby! I saw you there, baby! 拿到子弹了， alright! Yes, yes, baby! Yes, yes, baby!OK， 妈妈要走先，走先，走先。哦，哦 ，You cannot kill me， 哈哈哈哈！你要打我，打不到，拜拜，我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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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跑，快点跑！他在这里出现了。哦，哟，你要杀我，杀不到，我开枪把你给打死。哦哟，他在后面，对面。OK， 好，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哦，好好好，我知道你会过来的，但是你要走啊，拜拜。
拜拜，拜拜。OK。什么？他指向这边。21128。OK， 谢谢你。好，有了咯。他应该不来攻击我了吧？OK， 好，哇，我以为你不来攻击我，没有想到到最后你还是要来选我，哎，哈哈哈。但是 ，sorry， 对不起，我不会让你有机会攻击我的。一二一三八，确认，打开门了。哦吼，再见 ，goodbye， 我现在要离开这边了。哎呦，哇，还哦。我只要往别的地方，他就来攻击我了。原来是这样，还会再过来吗？哈，哇哦，这是神灵的刀哎，是吗？哇 ，shotgun， 哎，要钱的 ？What？ 哇，300粒子弹了哦，吼吼吼！要钱的，原来。这边有一个女子，很可怕的。Hello。OK 啊，不要紧。我看，我们可以回去拿那些之前的钱哦，再来这边了。我觉得，好，我们试看一下啊。OK， 继续见。来，走，我们回去见。啊哈哈哈哈哈。要66块耶！钱 ？What？ 没有钱了。刚才那个鬼应该不会跑出来了吧？那个那一只东西，眼睛大大的青色了，应该不会再出来了。哦，没有钱了哦。OK， 应该是我跑不够远，对吗？对，是拿那个手的地方来的。OK， 有可能是因为我跑不够远，要再跑远一点先。哎，惨了，等下他把那门关起来，我就没有了。哇，这把 shotgun 来了嘞！哇，我可以拿 shotgun 喽。OK。都市传说里有一个摇头拳王的恐怖圣人，他可以在战斗中快速的左右摆动手部。难以置信的是，速度和躲避啊来袭的子弹和其他嘛哈速可以速度躲避啊，哇，速度躲避来袭的子弹哦，和其他远程攻击。他的弱点是头部，如果他的头部受了攻击，然后全盘会进入暴走状态，增加移动速度。攻击他的腿能够让他变得比较缓慢，但是造成的伤害比较少。OK， 这样我们可能要射他的脚咯。这个啦。Oh my god， 把门关起来了。哇，不是 ，Come on man，Come on， 快，快哦，快哦。Oh my god！ 你不要喊这样大声，可以吗？我头很痛。哎呦。他只有 shotgun 才可以罢了，这把枪是恶魔半半留给你的，原价998，现在只需要66金就能拥有，持永久拥有啊！如果你没有这个钱币，只要你能活着见到斑斑喷喷啊，他就会把这枪暂时借你用。数字键1或2号切换武器，后续
捡到的子弹将会根据调查员所持自动滑。我要拿这把枪欸，但是我要见到棒棒了，棒棒在哪里？这是摆拳的。哎呦惨了，我会弄到东西哦。Oh my god！ 我有时候不小心按到，在看那纸条的时候不小心按 escape， 然后全部东西就完蛋了。现在我要打这个拳赛。哦，棒棒在哪里？你只在六十九级是棒棒。如果你没有这么多钱的话，只要能你能活着见到，我要活着见到棒棒。哎，开门，我要进去里面。我的子弹很多哦嘞，我要打死他是吗？我看我知道打死他不好了。来打我吧！不能啦，有困难啦！打子弹先。哇，这个一百粒耶！待会要开枪射他很多次咯，我射他脚之后，让他缓慢了。然后跑去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射。哦，那里有。他不要变在我面前嘛，变在我面前我就收到好啦。哎呀，哇，这个难打一下，这个不容易啊。OK， 来哦 ，Come on baby， 我可以把你给杀掉的，我跟你讲。全赛。那你好，中枪了，头中枪了。Oh my god！ 那你快点出来！Okay. Where are you?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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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Okay, I see you there. Okay, 中头，中头，哇，老诶，很难啊，射不到他头。Okay， 是死掉还是活着？我刚才明明好像已经杀到他了，是吧？我刚才好像已经杀到他了。给再来，我大概知道怎样杀他了。我们只要原地就可以了，站原地就可以了，不需要怎样了。来啊，打架 ！Come on, baby, come on, come on！
我以为有从，我以为有在底下可以，因为我其实要射他脚，不要给他过来啊。第一个 match 的时候是不要给他过来。子弹有点少啦，子弹多一点就好啦。OK OK， 快点快点快点。要走动还可以的、啊。OK， 要走动了。中头了 ，Headshot。哇、wow、吓你他黑吓了了嘞啊啊哇很难瞄诶OK， 死掉了。射你的头啊！很多钱了啊！他应该不要站起来了吧？我还可以再开门吗？这样我的枪不拿不到咯？哎呀！没用的家伙！哈哈。OK， 成功。啊，这样快进入另外一个什么了？另外一关了、哦、这个。OK， 来我们继续。啊、在城市的宣什么崩气树城树夜幕萧然降临之际 XXX 医院这座本应有治愈与安宁的象征却成了笼罩在一片神秘与不安之中的场所每当深夜深浓啊，每当夜深浓，医院内部便上演这一系列疑似所思的事件，令人心生寒意。然后医护人员们私下里流传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言，而其中最为引人听闻的莫过于医院护士们的离奇死亡唉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代表下有一个怪怪的东西谁呼吸呼吸要这样大声是我自己是吗哇、wow、哦 Hello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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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哇哈啦啦这个弹夹哦比较强啦啦我的子弹哇十二粒呜呼八百多粒子弹但是有十二粒够力哇这个弹弹观众们有没有看有弹弹出来了我们已经来到医院了那个弹弹我射不到了诶这边好像有一种日记 OK 恶灵之弹、啊、由恶灵吸收天地的冤气而孕育的巨大的弹
一旦这个软化将一旦软化了将诞生极其强大的恐怖怪物 OK 造成森林哦、oh, OK 贪污啊涂炭啊必须把他们全部给摧毁所以呢不能够有这个什么不能够让他就是有感觉好像温暖这样不然的话呢这个蛋一软化了之后哇大件事发生了啦所以这一把这个弹夹其实是这个护士给我了对吗如果没有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啦 OK 这边门可以打开吗不可以这边门也不可以打开哦哟那边有什么东西啊我看不到哎呦照不到那边去 OK 不要紧没事哇他地上这边好多这些药物其实医院、哦、有这么多这些要求跑出来哦我在想哦这个医院到底搞什么鬼了你看拿到这样多箱子啊这些全部是他的 医疗的东西来了咧我、哦、看他弹夹那边了哎呦很多粒弹弹咧哦哦哎，谁打破咖啡杯啊？要，哦哦，哦哦 ，Oh no，Oh no， 我觉得这声音从这边来了。Oh no，Oh，Oh no，Oh no，Oh oh no，Oh no， 哎呦，从上面来了。没有了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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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no Oh no oh no 我可以进去里面吗我进不到 Oh no oh no Oh no Oh no 不要紧这边这边可以啊过道一我可以打破玻璃然后把那门拆开就可以进去里面了吗 OK 不要紧没有事情啊、算了哦那边有子弹哎 Oh my god 哦我只是要来拿子弹罢了我只是要来拿子弹罢了 Oh my god Oh my god 红色的爬地怪物哇哦哦哦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吓人哈哈哈这个真的有点吓人 OK 观众们如果你们现在还在看这直播的话我觉得我要你们哦就是把这一些情景全部哦就是弄下来好不好因为这直播等一下完了、啊、这首播等一下完了之后啊我会留在这个 YouTube 这边你们就帮帮我把那些情景啊搞笑情景全部给弄上我的脸啊全部可以拍出来如果你们要的话Oh my god OK 这个蛋蛋等一下应该会跑出来吧对不对我相信应该会的幽灵之蛋来我们这样子按快快给他蛋 OK 哇哦 ！Oh my god！ 这个可怕，这个可怕！哇哦！死了，死掉了，死掉了 ！Oh my god！ 那个可怕，那个鬼可怕哦，那个。那丛林跑出来那个哇真的是够力穿百步猴那个头发乱乱飞哦 Oh my god 哦 Oh my god
哇，这种声音真的是压力大。啦啦啦啦，小孩子啊！我觉得那边有东西。你看，你看，你看，观众们，你看。Oh my god! Oh my god! Oh no! Hey, hello! Wow, wow, wow! Easy man, come on! Oh my god! 还要跑出来攻击我，等一下。啦啦啦啦 ！Oh my god! Wow! Shit! OK， 我拿子弹先，我拿子弹先，不要靠近我。OK，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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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笑！嘿，啦啦啦啦啦啦啦，没有啊 ！Oh my god， 我要叫你漏我子弹哦，怕那子弹怪兽一来，我再直接连续开枪，棒棒棒棒棒，他们死了。OK， 我拿了这个叫什么？这个那叫什么东西啊？惨了，我忘记了。我拿了这个钥匙。OK， 把我吓到，我整个人都不懂我要讲什么东西哦。OK， 哇，哇！我可以上去了咧，但是我不要上，因为我可以把那个之前那个门给打开了。我拿到那个锁匙好吗？对不对？一道门啊，第一道门的锁匙我拿到了吗？我可以出去先。我这边出的是吗？哦，不是这边。这边还有一粒鸡蛋。也不是这边。还没有地图给我们走咧齁。这是我们来的地方来的。好像已经过了，刚才我那个道门在哪里？那玻璃有破掉了。是前面这边？啊，对对对对，这个。哇哦！哎，不要关门呢！我听到门的声音。OK， 这个应该这就是刚才的时候那个女子在那边唱歌了。保存先。哇！呢？哇哦！他生气了，哎！Oh my god! Oh my god! OK, 5778加888是什么？哦、oh, ，OK, 观众们，5778加888是什么？不要紧，等下，你上学老师没有教你咩？哈，这是数学的，你因为你数学不及格，然后你去死掉，你这，哇！6666哦，6666啊！我看他样子，哈哈哈 ！Hello， 哇，眼睛白色的哦，也可怕哦。6666啊！如果我讲我答错，他会怎样哎？假？如果我答错，他会怎样哎？25。25确认，
欸，二十五，二十五，他不会攻击我，我答错，他不会攻击我。OK， 算了，六六六六，确认。OK， 这小女孩不会数学，哎呀，六。这个数学极容易啊 ！Oh my god！ 你看一下那一个什么事情哇，被刀插在那边 ！Oh my god！ 惨了，来哦来哦来哦！观众们，来，我现在要你们拍照一下，你们要拍照这个场景。Oh no！ 呼呼，这个场景有点太可怕了啊 ！OK 啊，哇哦，你们拍照起来了吗？快点拍，把它拍起来。这个等下那个鬼就来追我了。OK 啊，准备啊，我现在过去了啊。OK， ready？ 哎 ，What？ The 你掉掉啦！吓死我！OK， 来。我可以射他先吗？哎呦！哇哦 ！Unbelievable！ 好可怕 ！OK， 还有子弹可以拿。哇，我的子弹越来越多了，800多粒耶，够力哦！啊，蛋蛋。把蛋蛋给拿起来先，不要让它等下还破掉。哎呦！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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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哇哇哇哇哇哇哇！哈哈 ！Oh my god！ Hello！ 啊！哈哈哈哈！哇，这么多色！好多钱啊 ！OK， 我想看一下外面那些东西还有没有重新变出来。如果有的话，我就可以再拿那个弹夹，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啦，哭泣的女人通过假扮哭泣的女子吸引猎物。如果和他对视，就会被他哦录取幽魂哦。通过假扮哭泣的女人 ，OK。再等下，我们遇见这个哭泣的女人 ，OK。但是要去之前呢，我觉得我要回去看一下那个弹夹，看你能不能再拿得一次。我回去一下先啊，那我再继续，OK。应该旁边的子弹全部会再变出来，是不是？旁边的子弹啊，有。OK， 然后我要回去之前呢，我那边讲进来的那个方式，我要讲回要去，因为我要看到底我。哇！哎呀，静静啦！这也是子弹来的，是不是？哎，六六六六 ，OK， 我要去拿那个弹夹，看你能不能拿 ，OK， 哦，不可以拿哦，那个弹夹没有在这边了哦。他只能够拿一次而已。哎呀，这样算了啦。如果可以让我的子弹来连发不会停哦，哇，我就真的变得很强哦。这边好像有钱啊。哦，他很厉害啊，连钱也不可以重复拿了。这边还有子弹。
你等下不会从没出来了，我跟你讲。哇，会有。啊！真的会哦，他会从这再出来的哦。哦，代表有关系的啦。我以为这个鬼他从上面下来，然后从这边出来，我以为是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已经打开了啊，还有钥匙再可以再拿，这样好。OK， 还有吗？我好像在玩骗人的游戏，重复拉了很多东西，哈哈哈。OK， 但是不要出来好了。好，我们可以回去啊。啊，还有金。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个金哦，一直可以重复拿，因为怎么说呢，那怪兽如果一直会跑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前置拿嘛，对不对？这是通道二。通道二的钥匙是吗？对，然后这日记要养哭泣的女人哦。OK， 好，看着没有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准备可以遇见哭泣的女人了。我的首播两个小时啊，观众们，两个小时到十点 ，OK。OK， 当我要开这个门之前啊，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要上去，有一个楼梯，你记得吗？有一个楼梯，大家有看见了？哎，这边应该是可以上去了，对不对？哎，我们可以出外面去，你看一下。但是这个地图好像有点搞笑，是外面的东西好像没有做到完了。啊，五块的金币，哇，爽啊，有钱拿！这个钱会不会等下再被人出来？有可能呢，不要紧，我保存一下先，继续。回去见面，要玩哪钱嘛，对不对？看一下，然后我再上去这个电梯上面罢了。OK， 看一下啊，还可以拿吗？啊，不可以哦，可以算了。所以钱只能拿一次。但是弹夹可以拿很多次。Oh my god， 还要踹哦！不要去那边。哎呀！浪费我的子弹。但是这钱可以一直拿啦。两块两块两块样，哈哈，我拿了六十多块七十多块，我可以买那个散弹枪哦。你要喊了噻，喊呐！哎呀，看到你就险。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那个 ，OK， 那个钥匙在这边。OK， 来拿。OK， 我们要开第二个通道啊，第二个通道门。在哪里？这个哈 ，OK， 好，大概是这样子，可以啊，来 ，Let's go， 哇，哇，他装扮了哦，这个放一点花在头发那边，变漂亮哦，那边有什么？我感觉有脚步声呢。哇哦！
全部射头啊！这个，这样瞄准他的头来射。好，这边应该还是有东西可以拿的。哇，这个开光的子弹20粒，哭泣的女人2，她会晚间到猎物身边。OK， 强迫意志不正嘛不坚定的人与他对视。OK， 免受一切物理的攻击。哇，像如果他找那些不坚定的人那种对视的话呢，我们攻击啊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对付他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找到他的本体，并摧毁啊，被销毁。OK， 好，这样我明白了。总之，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们不用去攻击他了。OK， 但是想尽办法不要跟他对视就是了。这边有吗？没有。这是通道三的门。哦，时间差不多到了，差了两个小时哦。OK 啊，我们过，我们开到通道三的门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先，然后会在下一个首播的时候，我们再来玩这样子。下一次我可能会真正是直播来陪伴你们了。你们看了，你们觉得敢不敢看？如果不怕的观众们，现在留言快点，我要知道一下。CT room 不能够打开。哇，黑色的血啊！这是重墨。黑色的血的话，意思也就是讲它好像是已经是 cancer 了嘞，才会这样子哎。哦，里面有东西可以拿的哦。你要看到那个女鬼在哭的时候，不要看她就是了啊。OK， 到了这边了。应该会听到哭声的啦，如果没有错的话。哇！什么东西？我没有看见。有人多次，那鬼一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看到的。下午进去里面了啊！哎，OK， 我知道了。意思就讲呢，现在女鬼在这边，还要我们去看她。但是我们看她，我们就call命，我们不要看她，我们看她，看这个，然后这样子射就可以了。OK， 金币已经拿了，50个金币有了。刚才那个 shotgun 啊，哎呦，可惜耶，没有办法拿 shotgun。好，哇，他手臂拿到了，然后。没有东西拿。哇，你看一下那边出了些什么烟来了，那红红色烟来了嘞，感觉好像有东西爬出来这样。哎呦，哇，这个红色灯，哎呦，射不爆。你需要这么可怕吗？红色的灯。哦哦。又好像有东西爬过一样。哦，哇！喂，等下先。我感觉好像有东西，真的来哦。他找不到我。
什么东西来的？哟！Oh my god！ 他穿着这个布在跑来跑去，哎呦吓死我！我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人在跑来跑去的 ？OK OK， 干掉他了。医院管理层试图啊掩盖这件事情，但其归于不、啊、其归于自然死亡或是。事故，但谣言如同这个野火般的医护人员之间，医护人员之间 ，OK， 猛言啊，就哎呀，就言辞啊，是吗？是啊，就是把这个谣言呢，一直这样子传出去，恐惧的情绪呢，在这个暗夜中啊，就发酸了啦，使得原本繁忙的医院呢，就变成了。人心惶惶的那个地点 ，OK， 然后家属们对亲戚的安全啊担忧啊不已 ，OK， 而患者们呢、啊，则在病痛之外，又添增了一份对未知的恐惧。哎呦，好可怜啊！这个真的是好像有点不是很好啦，因为这样子来对你们这些医护人员啊。把这个恐怖的东西哦，让他言，帮忙那边一直传发这个谣言，弄到那些病痛的人啊，还有尤其是那些癌症的患者，在那边就很辛苦啊。你们还在那边这样子，哎呦，还不时是整个医院会闹鬼，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咯。但是医院会闹鬼哦，你看一下这些，喂，哎 ，Oh my God，My God， 喂，我不要看他，，Oh my God。他忽然出现，要我一直看他，哇、哦，哈！趁我在跟观众们说话的时候，你这样子对我啊，真的是啊。OK， 我现在好像有很多子弹呢，哇，这边子弹超多的嘞！你看这边又是子弹。那边有一个灯就在闪，哇！又来，这个很可怕，这个是真的很可怕。哟，哇，那个线啊，真的是吓死人呐！哈哈 ，My God！ 哇，现在太快了，他走到来这边，我刚才那个地方好像没有看完呢。啊，又是什么地方？这个，等一下先，不要这么快，我刚才那边还没有看完呢。你看这些子弹还没有拿。哇！My God！ 哇，好可怕！拿了子弹之后就冲出来来攻击我。然后攻击我之后，那个钱币这样子放在地上给我，可以两块钱。然后那边好像也是有子弹，是不是？有很多东西要每一个都要慢慢的去看到完它，要不然的话人没有看完了，等下就哇，这边又有子弹，底下又有子弹，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哦，就又有弹弹了。Oh my god！ 来，保存先。可以啊，我一按这个弹弹啊，马上很多东西跑出来了。一二三，开始，要快点！来哦，快点！啊！哈哈哈哈！哇哦！哇，够力，这够力！哦，射头！是啊，死掉！
钱币，钱币，我要钱币。What？ 哎，钱币没有跌出来。Come on！ 玩臭了，哎，钱那钱没有跌出来。Come on, man！ Oh my god！骗人，打死了，那钱没有好踹的。哇，子弹的是拿很多。好，没有，大致上还是这样子而已。God！ 啊！哈，避开啊，避开啊！还要一直看我，一直叫我去看他，一直在哭泣，一直叫我去看他，我就是不要看你怎么样？可以把这边的东西全部看完了吗 ？OK， 没有了。好，我们可以离开这边了。Let's go。等一下还在变出来的，还又要我再去看他是不是？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OK， 好，像第三道门的锁匙，刚才我们有一个地方这样子要通出去了，那边才可以拿到第三道锁匙。子弹。OK， 等一下，嘿，哇！Oh my god！ 啊，好吓人啊！OK， 可以，蛮好玩的嘞，这游戏。OK， 拿右手，我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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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哇！哇！又来，又来，又来！哇哦！他攻击不到我嘞！我躲在这一边，你攻击不到我，怎么样？因为我下这个地方好像他们是不能够攻击我的，我已经躲在很里面了，我要爬出去啊才可以攻击我，是不是？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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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来哦 ！Oh my god！ Oh my god！啊哈哈！攻击不到我，哦，射他头，那、再来，那、是哦，是哦，是哦。啊，这样还对吗？给我钱，那钱很重要的。OK， 哇，超多的哦。OK， 这是刚才那个门房间自己打开的，是不是？哎呦，拿哦，有东西要出来了，我知道。出来，快点 ！Where are you？ 没有咩 ？OK。我真的没有东西哦。这样好 ，OK。谢谢你，就要把门关起来 ，OK 啊。哦。当这个角色一呼吸到很快的时候啦。我就是感觉好像我有背后有东西要追着我这样，那其实是自己吓自己啊。OK， 我回去刚才那个楼梯口那边，我要看一下到底刚才我打死的那个东西哦，那个鬼哦，那个怪兽哦，他有没有给回我那笔钱啊？因为那个金啊，那个钱啊在那边了，我要拿回那笔钱，他真的是没有给我嘞，你们看，哟，那可以降了。我射两只鬼，然后钱没有来给我，玩臭了，真是啊！哇 ！Oh my god！ 啊，不要看你哦，不要看你，我看不到你哦。你要看，你要我看，你也看不到了。
好了，摆放那完了，还有他的头，还有他的头哎、欸。Oh no！ 把他的头怪放一放啦。还有他的头。OK， 惨了，他的头我要去哪里找他的头？两个小时哦。我开到第三道门，我才可以关了。我跟观众们说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要去找他第三个头。OK， 我知道了，他的头应该是在这个 X-ray 的 room 里面。我要拿 X-ray 的锁匙 ，X-ray 的钥匙在哪里 ？CT room 也有可能在 CT room 里面。OK。这就是我们等下要开的门来了 ，OK。那么现在刚才我走到那边去了吗？然后这边是我刚才这样子走过来的，所以应该没有东西了的。这边有的话，也只有那些子弹啊、枪啊什么之类啊，会重新的再变回出来啦。还会再喊的，你看啦、啊。哎，没有喊了哦。没有啊，没有东西啊，这边。我不要再回去啊，太远了、哦，那边真的太远了。没有啊，不要回去啊，不要回去啊，太远了，那边我觉得有点厌倦了。等下我要在这个地方寻找出第三个锁匙，第三个钥匙，还会在哪里耶？但是要我现在不是要找钥匙先啊，我现在要找那个人头先，那女护士的人头。OK， 这边是 CT room， 这边是 X-ray room， 然后这门不会打开了，这门也不会打开，然后我们刚才走到来这一边了。这边我们也去过了，但是这边好像是不能够走动了啦，是吗？这门可以打开吗？哦，可以哦。啊，另外一个地方到了啦，另外一个。怪兽，有魔鬼吗？嗯，没有东西。Oh my god， 来哦！啊，又是什么事情？哎呀，你又不会呀、啊！这个数学老师没有教，哇，这个有点难哎。一加二加什么？再加99，再加100，哇，这个有点难。OK， 一加二加99加100，202，是202吗？202，哎，哦，202。哈，那点点点是什么东西？OK， 我知道了，再加3，205。哎，Oh my god， 惨了啊！不要看你。OK， 没事。205，确认。哈，也错。在那点点点是什么？哎呦，惨了！那个点点点是什么东西来的？小女孩，那个点点点是什么东西来的？一加二加三加99加100，205吗？如果不是的话，这样点点点是什么？他考问题了，考数学题。那个点点点是什么东西来的？快点呢！哎，你不会了咩？你不会了咩？哈、啊，哇，是不？哇，那子弹是穿越他的哦。
OK， 有没有一些线索给我啊？点点点啊 ！Oh my god， 点点点是什么？哪里有这样子的东西？我不会嘞。一加二加九十九加点点点，一加二加，你看 error， 我这里写 error， 不可以，什么鬼？哎呦，啊惨了，我不会啊，我要吃到外面去，我不要给你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啦，开门，来点水先。一加二加点点点加九十九加一百，我上去查一下，一加二加点点点加九十九加一百，然后。有找到答案了，所以一加二加九十九，一加二加九十九加一百，到底是什么答案？我想想是想不到。啊，我不会耶。一加二加九十九。喂。I give up. 我真的不会。我真的不会，我放弃。哎，我看那些人好像他们也是，没人可以回答到这个问题耶。Oh my god. 一加二加点点点，什么是点点点？I don't know， 我放弃。我可能不能够再继续过。OK， 观众们，我现在卡在这一边，这是卡关啦。OK， 你们帮我去回答一下，一加二加点点点加九十九加一百是等于什么东西 ？OK， 我们在下一个直播，我们到时再见。我卡住了，我完全不会了。Oh my god， 我没有想到这么难的这个问题。一加二加九十点点点加九十九加一百，点点是什么？点点是一百啊。OK， 我试看一下，一加二加一百，再加九十九，再加一百，三百零二啊，三百零二 ，No，OK、okay、啊，留给你们，观众们。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OK， 拜拜。